轻一点，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你把气流一点出去都可以。我拥有你，更像说话，好听啊！不要这样，真的，不是，哎，你们压力应该很大，你们在干什么？赶紧练习来。周深老师唱歌真的太好听了。最重要的一点，他输出的关键就是真诚的方法，就是像讲话一样的方式去讲述。对，拖一下他们。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然后他再拖上去会比较好一点。要像说话，我会在这里，衷心的祝福你。我会在这里，衷心的祝福你。我觉得这样好多，这样你可以接住他。对，好。也就是你要跟大家拉近距离，你就得让他听到他平时听到的东西。对，不会天天有人在外面这样说话。对，如果你这样唱歌，我们听着就感觉距离远得多。是的，是的。我想问，就是我怎么可以轻松一点？